家好，我是3年5班张玉馨。这幅画的主题是在雨中相遇。这幅画的创作，我选用了水彩、滴管和纸胶带等材料。一开始，我先使用纸胶带贴出一个弧形，再用滴管吸取调好的色彩颜料，由纸张的上方滴出彩色的雨，带有颜色的雨滴碰到涂蜡的纸胶带会停止往下流，所以弧形下方就会呈现白色的画面。等雨滴风干之后，再小心翼翼地把纸胶带撕下，接着才画人物和雨伞。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溜冰，所以我画出他们撑着雨伞在彩色的雨中溜冰的景象。